第四军医大学北京军区海军和空军部队，是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光荣一员。在保卫祖国的事业中，在抢险救灾的队伍里，在高山海岛的第一线，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。中国女兵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书写着绚丽的篇章。中华儿女多旗帜，不爱红装，爱武装。由首都女民兵组成的方队，是受阅方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参加受阅的女民兵中有国家公务员、企业职工、社会青年和在校大学生，他们以蓬勃的朝气展示着首都民兵之花的巾帼风采，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。